无需拔牙，无痛楚，无开刀，这种治疗牙周病的技术真的存在吗？由 Dr. 赵赵启安博士研发的甲板及针孔牙龈修复技术，不但能够有效治疗牙齿松动，而且无需拔牙，此技术更受到牙医界的高度推荐，是治疗牙龈萎缩病人的真正权威。牙齿松了不用拔，我可以帮你保住。请致电 Alhambra Dental 626-308-9104。